们聊一聊在青少年当中比较流行的一件事物，就玩这个指尖陀螺。这是掀起了新风潮。是指尖陀螺这个玩具哦，真的满街都是，常常会看到学生他们手上拿着一个在那边一直转啊转啊。对，于是呢就有人看准商机啊，辞掉工作，全心投入网上售卖这个指尖陀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过2月中开始，那个时候一个月可能卖20-30个吧。到了5月头，校园里开始轰动，单单5月就卖了差不多要200多-300个。很多客人都是买给他们的孩子作为生日礼物啊，或者小孩子自己买在家里玩啊。我本身有焦虑症，所以我经常会紧张，不能专神。那有一天在 Facebook 上看到朋友 share 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很好玩，也可能对我病情有帮助，因为那里他们是说是给多动症的人使用的，我就买个回来玩看看，那就真的对我的病情很有帮助。我开始能专神看电视、做工，我都能专神的做，不会去想说别的东西。我们人通常手都很痒，我们拿笔的时候我们喜欢玩笔，可是你转笔可能转个3秒它就掉了，它就停了。我手上这个可以转到8分钟，这个的吸引人就是你能够转，也不用专注，也不用看住它，你就可以边做你的东西边转，它也不会停，所以这个满足感比较高。其实大多数的人就是找说它会转多久。其实除了这个指尖陀螺，校园内流行过的玩具还真的很多。那这类玩具对于学生的学习到底是帮助还是阻碍呢？我们欢迎棚内两位嘉宾，首先是英格医疗中心心理专科医生林问龙林医生，你好。林医生好。以及教育培训中心负责人连黛玉连老师，你好。连老师好。连老师，这个现在在你的教育中心里面，是不是学生都人手一个？很多人有这个。倒还没有到人手一个，可是那个比例真的是很高，大概有2/3的小孩都有，而且蛮多孩子不是只有一个，他实际手上有好几个。哦，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他需要收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然后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在学校里面，他会拿出来互相的交换啊，然后变成好像一种校园货币这样子的情况，这是你所知道的，好像还价格不菲是吧？我还有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看到有一个哦。一个1000多块是镶钻的，我说哈、我说那有比较好玩吗？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潮流？OK， 我必须要讲说哈，你会看到这些流行的潮流，他们都有一段的时间，然后你注意去看新小孩子的那个玩具冰宫里面哈，究竟有多少东西是在他冰宫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类型的玩具，其实我都觉得他们是有符合到好玩具的一些特点。什么是好玩具？就是他们通常都是结构很简单，然后玩呢有一点难，但是又不会说非常的困难，所以有点难他需要去练习，然后他会有当他会玩的时候，他有一点成就感，但是又不会难到说他的能力范围它不足够，所以要训练很久，所以它这个都是符合好玩具的一个定义，只是流行究竟能够流行多久。对对。那林医生觉得为什么这个在学生这个时期或者这个年龄层特别容易有这种所谓潮流的显现？因为一般学生他们都是会受到同辈的一个压力，所以当一个东西开始流行，尤其是在那个网络啊，还是说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时候，就变成一种风靡啊，那就有一种羊群效应，那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才可以跟朋友交代这样子，所以就变成只是一种风靡啦。但我也觉得我很同意，就是说过了一阵子，就好像 Pokemon Go 这些游戏一样，过了一阵子，我觉得也是会就没有这么流行的。也就是你有他有，我也要有，但是应该这个风潮不会持续很久。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影片中哦，这个男主角张先生还有提到，指尖陀螺确实有帮他舒缓这个焦虑症，这有根据吗？当然，对于这个
这个物体本身啊，它是一个玩具呢、啊。那指尖陀螺，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根据任何的那个研究显示说它对焦虑或者集中力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一旦一个人焦虑的时候，有时候他可以就把那个注意力分散到那个玩具上面去，那就可能就可以没有这么注意那个焦虑的那一点了。可是我觉得这只是说暂时性的，也不能成为一种治疗。是，连老师，除了刚才影片当中他讲是焦虑，对，也有人说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您的观察呢？你这三分之二有的人他注意力很集中。OK， 我不可以完全否定掉说这一个玩具或者这一个工具，它当初设计出来的一个功用，它确实是为了想要去帮助，比如说自闭症或者是有一些 ADHD 的孩子，它可以让他训练他一点点的那个专注力。因为你看看，我们只要身体里面，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动作，还有一些反复性的一些那个活动，它确实是可以帮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分来。当你把它转移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你心里除了比较平浮之外，专注力其实是在那里。可是我要去提出一个质疑的，就是那你这样子训练出来的专注力，它有没有办法去帮你去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的专注力的那一个部分它需要的？如果没有，那这一个大概就是只有在玩那个时候专注，然后过后根本没有办法真的有提升到你的注意力。对，林医生有没有相关的看法呢？ 对啊，如果这个我也很理解连老师讲的，如果这样的话，那玩任何玩具都可以培养专注力，对吗？我只要喜欢玩的都是很专注。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一些学生或者小孩，尤其是有过动症的一些症状，他们有一些就是集中力的那个缺陷障碍，很多时候他们如果有一些就是在触感上的一些刺激维持住的话，他们其实专注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有些学生可能在这一方面会得到一些好处，可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其实是不需要这方面的一个刺激，所以应该帮助不会太大。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有一群人所谓的专注力不够，他真的是对任何东西都可能才很短时间？对，会有这样的一些病人啊，所以就需要借助外在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可是那我们要留意到，就是说这个是不能够取代治疗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在这边转啊，可能反而也是会分散那个注意力。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暂时性是会觉得有效，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物品还是很有兴趣。那当那个潮流过后，新鲜感过后，那怎么办呢？所以还是可能要看一下专业人士啊，如果这方面有问题。是，一般的专注力，一般人的专注力可以维持时长多久呢？通常来讲，我们是一般的就是说，好像正常人30分钟到45分钟不等，就会慢慢分散那个专注力了。是，小孩子可能更短啊，小孩子大概7岁到10岁，大概只有12到14分钟。对。那另外，这个连老师从教育的角度，会不会像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出现一个延伸性的问题？就您刚才也说了嘛，它有价格的不同，对吗？可能有所谓的名牌，我不知道。会不会在学生之间会有一种攀比，会有一种炫耀 ？OK， 如果说，我们必须要看拥有这样东西，我必须要讲说不能完全去否定掉它，因为它如果每个孩子都有这一个流行的东西，它确实是可以帮助他说在同学之间啊，同侪之间，他可以有一个归属感。是，这是我们不可以去否定掉的，这是他建立人际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可是如果到了最后发展出来的却是一个攀比，就是说我真的只是拿来为了要炫耀我有这样东西，然后你看我的有多炫，然后你看我有5个，我有10个，你的只有1个，那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就开始有一点扭曲。所以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的学校开始美国啦、英国、澳洲啊，他们开始在进这个东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大概就是大家拿来，它真的不是放在手上，它就是放在那里让它转，然后你要重复这个动作。对，你要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呢，另外一个比转多少长是吧？对，转多少长谁可以对最久？对，然后有些孩子就想说这样也不酷了，我就发明一些玩法，所以有些会放在头上。我就不知道，哇，真的好厉害，放头上也能转。怎么转？也能转。这功夫吗？或者东西好，或者头的功夫，很多花式功夫好。对，那很多花式，那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训练他的创造力。可
是一方面其他孩子就开始过来看，而且没有的孩子呢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可能回家就开始吵着要。嗯，对。林老师，在你的教育中心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吗？我必须要讲说，就是放他休息时间他有他可以玩，可是如果是上课时间是一定要收起来的。但现在的小孩子实在真的很聪明，他一拿出来说他又跟我说，老师这个是训练专注力的哦。他先跟我讲这句话，他就告诉你我有正当理由我可以玩这个。所以我一听我说哇那太好了，所以表示说等一下你会做得更好。是今天现场也请到了这个教育工作者还有医生，也告诉我们他从专业的角度其实真正来讲并不科学，有治疗作用哈。对，最担心是怕迷上了，上瘾就不好了。我们谢谢两位嘉宾，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那么下个星期三6月14日呢，就是世界捐血日了。嗯，广告后的生活小学堂，一起来了解一下捐血的一些小常识。在发生了一些意外事故需要进行大量输血时，那捐血能够救人一命哦。除了意外事故，有些病人因为病情的关系啊，需要长期的、定期的输血，所以确保我们的血库有足够的血液库存是相当重要的。哪一类的病人需要长期、定期的输血？新加坡每天需要多少血液才能够确保血量充足？记得锁定广告回来的生活小学堂。